要跟你分享，如果有机会你拿来就它的好处就啊，早上我去吃它那个 Hokkien 米也是这样子早讲的啊，他有点兴趣了。OK，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不要给他有个恐惧感，明白吗？又再来一个传销公司要卖产品的，我们不要的，除非我们的客户啊自己告诉我啊，你是说我是中了这个病，这个病啊，那时候我们才向他解析我们的产品是如何帮助他的，是怎么样能够把他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呢，我常常鼓励各位会员们，尽量不要用病来开始介绍 Ventor 的产品。第一，你不是医生，不要当医生，明白吗？因为啊，如果你遇到那些会的东西、会的人啊，尤其我以前也讲的故事，就是我去做那个 Laboratory Analysis 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医生，我被他秒到半死了，明白吗？所以不要去用病来讲，我们只讲保健怎么样保健，怎么样保健康而已，明白吗？等下你听我讲到我后面讲到一个病字的，OK，next，OK，当我要开始我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要介绍产品的时候呢，我常常用这两个东西来两个 question 来问他。第一，我先讲健康是否重要嘛，大哥大姐。我出这个 question 给他们，他们在哪里一定要想，当然是重要，这个是你给我的答案了，你不用讲出来，我也知道。难道的健康不重要的，死就算了吧，没有这回事的，当然是重要。他们都没有讲出来，有的也讲出来，有的没有讲也无所谓啊。第二呢，我常常问了，如何才能真正享受天伦之乐，享受我们的晚年？对吗？早上我也跟那个老板娘讲啊，我们现在已经60多岁、70岁的人了，我们是要享受晚年的时候天伦之乐，对吧？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怎么样享受呢？躺在床上，钱有这么多，子孙有100个，说话没有意思的，对不对？那么第二个关键就是说，父母亲给儿女们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啊，这个我常常用一句我孩子讲这一句话，他跟我讲：“爸爸，我现在已经40多岁了，我没有带过你们去 hospital，没有去看过医生。”哎，我说你现在才感觉到，他说：“好，那奇怪，为什么这样？”我说：“你不是没有带，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吃，要给医生的钱，我们拿出来吃，拿出来吃给他玩，所以医生拿不到我的钱，所以我没有得去了，对不对？”所以呢，最重要的，我们做父母亲的越健康，我们的儿女呢就越幸福。你们同意吗？我相信每个人都同意。同样的，我们的顾那个顾啊、呃、客户呢，他们也是这样的。OK，那么如果有机会呢，要开始的时候，最好给他们带上我们的 IM laser，同时 on 住给他。OK，看啊，看那一个了，哈，大姐，你在那里有想要放那里的，给我知道一下。比方说，那里的酸痛啊，这个那个啦、啊。如果他说啊，这边有酸的啦，酸的来，我们就跟他传着去。啊，如果是女孩子，就叫她先生帮她传啦，你明白吗？这个是一样的哦。那么在这边，我就再强调，我们每次都有这样，应该要有这样的想法。他顾客根本不了解。什么是 IM laser？你一定比他懂得多，所以你可以尽量的分享，不用怕他说：“哎呦，等一下他越问产品，他越问越多，你的 closing rate 就更好了，机会就更好了。”OK，next，OK。那么每次我开始要进入正题的时候，我先讲 IM laser 的来源。IM laser 是由一间美国医疗集团的医学博士、生物医学研究者、医学工程师，全部他们都采用光生物调节，就是 photobiomodulation 的原理，通过采用冷激光技术创造出来的家庭式的医疗器材，就是我常常说的本事。这个公司的就，它里面有很多很多产品的，大大小小的有的，医院全部常用的热
这激光的，明白吗？它有很多很多产品的，所以呢，它是不是只有做这个？它是特别做这一类给我们的 cold laser，它也做 hot laser 的，明白吗？所以呢，他们是这个非常非常大的一间公司，OK？那么他们是在做出来之后呢，如果他们是在美国装配的话啦，整理出来，我相信呢，10000、8000也买不到。但是这 group of people 啊，他们很厉害，也有中国人在那边，也有华人在那边的，所以呢，他们就跑来中国设厂，他们在中国设厂来做装配。同时呢，他的产品，你看那个他的 catalog，哦，他的 catalog 下面这边啊，这边有没有啊？全部都有 ISO 跟 13485的欧盟 CE 的认证。他的东西全部都是 quality product 来的，被公认，全世界公认的，明白吗？所以他不只是卖在这边马来西亚，而不是在中国，他全世界都有卖的。OK，那么 next。那么在这边呢，我先开始我常常讲的，我先用阳光来跟你们分享阳光的重要。我先解析阳光的重要。那我常常用波多黎各地区，就是树的生长呢，是靠阳光、水、二氧化碳跟泥土的矿物质，它们就能够活的，活得多久？活得算百年。你see，它们也都能够活的。那么，同样的动物呢，跟人类能够生存呢，也是靠阳光、水、氧气跟养分，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Omega Omega 跟我们的那个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COVID-19，这个 COVID-19 呢，最好的一样东西解决它就是阳光，所以每天早上我的背现在是很黑的。每天早上一定半个钟头的，我在30楼啊，所以我拿到这个阳光啊，晒到我的背，我可以打我的气功，我可以打我的那个拉筋拍打这些东西，我都在做，明白吗？所以这个阳光又是650纳米的波长的光，就等于早上 visible light 这边的650，因为这个光呢，渗透我们的体内的时候，使细胞制造 ADP，ADP 就是细胞能量，三磷酸腺苷来的，活化细胞来维持所有体内的细胞的功能，增加细胞的新陈代谢，加速细胞再生、修复、做保健以治愈自己、医治的作用。身体是救自己的。不是药物来救自己的，除了是 virus，那个才是有药物的。OK，那么 ion laser 呢，可以长期的使用的，并且对人的身体呢健康有良好的保健作用，明白吗？我常常没有用这句话是医病的，我不用这个东西，因为我去深圳的时候见到他的那个倒是。张总还是什么哦？我也跟他讲过，我说我没有用病，他说是啊，我也没有用，我们没有谈病的嘛，这是我们身体自己救自己的，OK？我们自己救自己，那个才重要，OK？好，Next，OK，所以这本书呢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看过全部那些成功的 distributor 呢，他们手上一定有的，包括其他的。group 的他们的upline 也是这样讲，他们一定叫他们买这个书，因为当你要跟他们分享的时候，这个书呢里面都写的黑白的，这个书不是我们虽然是我叫那个 printer 去 print，但是里面的那个 VR 里面的那个讲解全部都是公司的，OK，原创叫我们这样讲，我们就照这样讲才对的，OK，那么。Next，OK，、okay, 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是我不谈病的，我谈第一开始我就讲这个东西的。
IM 镭射呢是三合一结合冷激光针灸治疗技术和磁疗，这个是 Three in One。好，这个讲了。那么我们用它来做什么？长期使用 IM 镭射可以让我们活得年轻，活得更久，没有疾病，生活质量减少药物的依赖。你看，我都没有跟你讲病吗？最重要，不要中病，不要说中了病才来用。就好像我常常跟保险的代理人开玩笑，你们今天是卖东西的啊，你们老板也是每天用大香来去了，来拜拜呀、啊？为什么？最好我的主人，我们的顾客啊，我们的 policyholder 不要生病，不要死，一死他就要花钱，对吗？同样的，我们不要说这边，如果今天我们用这个是个最好，不要重病，不要说你重病了，我们这个就能够救你的病，不是的，我们也是说最好你们不要重病啊，那个为重要点，明白吗？所以呢，INA 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来的，明白吗？就好像今天你们吃了很多的那个nutrients，OK，补助品。为什么要吃呢？维他命 C 我吃了几十年了，吃了感觉什么？没有啊，只是你叫我说有 PD 那些头痛啊啊什么那个 PD 我没有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来，可能是维他命 C 哈，我也不知道。哦，不过呢，你觉得如果吃了能帮助就吃了，对不对？啊，一定吃一定有见效的嘛，有拜一定有保佑的嘛，这个是不用讲的。OK，next。接下来呢，我是讲血。人体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细胞。Mr. Andrew 常常讲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细胞。不要忘记哦，红血球也是细胞之一哦，对吗？重要吗？重要。所以，安内生能够使红血球啊保持健康的水平呢，身体就会自愈，自己会救自己，维持健康。那么，如果我们穿下去的时候，它把我们的红血球一粒粒打开的话，是不是因为红血球是 carry oxygen 嘛，带氧的嘛，所以当它一粒粒分散的时候，一个红血球带有四个氧气轮嘛，所以每个呢一粒粒走的时候，跟四个氧气，四个氧气，四个，它可以带一个氧气啊，去到每一个细胞，它们有氧气，细胞是不是活？对，cleaner the blood，我们要洗我们的血，血中有脏的东西。他们这这些，我没有在里边elaborate 多了啊，我只讲说这些他们能够做，最重要 remove toxicity 毒素，跟我们 restore cell function 帮助细胞恢复它的功能啊，这个为重要点。所以你的红血球又清洁又能够走动的啊漂亮，没有阻塞，没有cluster together，这样呢，我们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明白吗？OK，next，我就讲了。这章呢，我常常讲一样东西，我要教导顾客如何采用适当的用法，才能做而得到最好的效果。首先，我常讲的，用前用后必须喝一大杯的温水。鼻腔的激光线啊，放在鼻子的那个激光线。一定要放进鼻子洞里面啊，鼻子的外面不是洞啊，射进去啊，给他的那个一直在外面。OK，每天最少2次到3次。OK，当我们用完之后的时候，不需要马上脱掉，因为你还可以带住。为什么？因为还有磁疗，我们 three in one 吗？对不对？只要我们的激光治疗，我们的那个 acupuncture 治疗，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磁疗。哦，所以我们穿戴左手啊，因为左手我们穿这个 design 以上手链就是放在左手的啊，因为最接近心脏啊，所以在我们的血管那边啊，所以我们穿下去准准那边中间的那个内关又是做针灸。那我常常跟你的分享的，针灸重要吗？中国5000年的历史，针灸每次给人家做针灸。80、100块一次，但是今天每天你在做针灸，就好像我常常跟你讲的，有常常你去做马杀出的人，他的身体会特别舒服的，会特别强壮的。为什么？Blood flow，
blood circulation 会好的，明白吗？所以这个针灸呢，激活了我们361个穴位，明白吗？所以这个东西科学家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有用的，所以我们尽量每天都带着它，我们会得到的。还有你看到这两点红点，就是那个磁疗，对不对？所以带住，所以我成天就是带住的，不管我在做什么，我都带住。明白吗？我没有损失，你放在桌上也是这样啊，你都已经付了那个钱了，为什么不要跟他待住呢？对吗？所以这个东西呢，用得对，效果就更好，明白吗？Next，OK，、okay, 那么在这页呢，我这里分享 INA 是如何操作。那 INA 是利用激光技术把650纳米的波长的光呢，渗透5到6个 cm 进入体内，促进细胞产生更多的 ATP，就是细胞能量哦，使每个器官的细胞都能操作，每个细胞的器官的细胞都操作，保持身体的健康，同时产生一氧化氮，帮助血管膨胀、软化以及抗炎作用。防止 LDL 的氧化啊，降低血小板的粘稠度。那么这些东西科学家已经准备了，都做遍了。你只要说买来穿下去，你就得到那些好处。各行业到今天已经有6、7年了，现在我们的组员没有少过40多千个人，每个人都用了。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好处好用不好用啊？说常常这本书我一定有带去，这本书见证使用者的见证，这本书这个都是公司自己收集的，还有很多我们只拿这本去跟人家分享。你要问我是这样，但是我常常是用我自己的经验来跟人家分享，我用我自己得到的好处，我家庭成员、太太和他们用的得到的好处，我跟人家分享，明白吗？有我自己做过的那些我的 customer，我就讲他们的好处给人家听，这个很重要，明白吗？OK，next，在长期啊，这个呢，我常讲了，在长期的采用 INA 是最少一天有2次以上，根据医学研究报告。保持或是加强体内的 ADP 呢，就是细胞能量啊，就能修复8个主要身体的器官啊的那个系统，比方说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等等等等啊。OK，同时呢，也可以帮助解决80种疾病的健康问题。那么谈到80种疾病的问题的时候，一定顾客。或是我们的客户呢，一定有一个疑问，哦，卖花说花香，怎么会扯到哈，讲到80多种疾病？其实呢，这本书每个主人一定要有的 please，因为这2位医生讲的不是我们讲的，你跟我没有权利讲的80种疾病的，是他们2个临床试验，OK，他们。这2位美国的医生临床试验，用冷激光650纳米的激光，使体内的细胞产生 photobiomodulation，就是声光物调节，来维持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就简单这样讲带过了，因为我们不要想太多。你越讲越好像说太过了，人家会觉得哎呀，你们真的会扯上哈。Don't oversell the thing 啊！那么他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就可以开一两页给他们看一下。如果比方说这边你讲到啊，sinus 啊什么，我们就开一个东西给他看，明白吗？有一次我去做了一个 doctor，我去做了一个 doctor，然后我知道，他们有跟我讲这个 doctor 呢，他是狗医生啊，看狗的。那么我。那天我在那边跟他聊的时候，他一直吸那个鼻涕啊，然后他一定有 sinus，就我就讲，Doctor，this is very good for sinus。哇，他不能讲的，他就 How to prove to me？怎么证明？
哦，他问我了，刚好我带了两个很有趣的人啊，都是好的，他们的那个鼻窦炎，他的鼻子的 sinus 问题啊，所以他们两个就讲出来了。哎呀，如果是鼻窦炎，你有，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我们以前也是这样，他们就从这边呢给了那个医生更深刻的信息，明白吗？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OK，那么 next，我们看就是这本书，看到没有？Laser phototherapy capabilities and scientific background，这本书就是那两位医生在讲的。那么隔壁的呢，那个书呢，就是我们的那个由中国两位著名的冷激光医学和物理医学专家马廷博士跟朱平教授，采用650纳米的波长的光来做针灸临床试验，他们做出来呀、啊，证明了 IM 镭射非常有效的解决体内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妇女病。我那天我去保健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我跟她讲哦，她不太开始她不太相信，等会我开给她看。我说，一般的话，如果一个女孩子怀孕了，这个 baby 啊，到时间了，她的头还是在上面，不要下来，怎么办呢？是很危险的哦，一定要 operate 的哦，对不对？才能够拿出来的哦。但是呢，她以 according to 这个马婷跟那个朱平教授啊，他们说啊，他们是用 IME 用这个 laser 啊，冷激光啊，慢慢的把她的小孩子的头啊，慢慢的往下垂，才能够出来。那么女孩子生了 baby 如果不够奶水的话，他们也是用这个 laser 来给她用，那么她的那个 milk 又会增加了。那他讲了，你觉得那好用呢？那我不就开给他看了第几页，我开给你看了。这个是博士讲的，不是我讲，我哪里会，对不对？所以呢，安德是证明了可以解决身体的健康问题。好来。Next，当我看到这页啊，安全、有效跟副作用的时候，我一定告诉我的客户的。Ventos 啊，就是我们的万腾公司呢，只卖这个给我们，卖什么？卖一个安全、有效跟无副作用。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看啊，下面的全部都是列出来的品质保证。认证都有证书为证的哦，它是写出来啊，但是要有证明的哦。所以呢，我们这边呢，next，这几张在这边呢，我整本啊，就是这个，明白吗？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的组员每个人出门啊，我们一定要带这些去的，因为这个是帮我们解决问题。第二呢，要拿去的是 update 的，OK？要拿3、5年以前已经 expired 的，你拿去，人家看看，啊，这个已经过时了，这我上去，，OK？OK？那么我们就要拿这个给人家看，所以我的那个资料我常常在书上，所以我的 deck 啊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因为已经全部都带做了，因为我知道他们如果问什么，我就用什么答；问什么，我用什么答。我一定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明白吗？哦，所以呢，next，我们知道这个啊，证书呢是非常好用的。哎，贝贝，还没完。这些内外科的证书呢是非常好用的，因为我们每次在做分享呢，一定拿出来给顾客过目，给他们看，明白吗？先 answer before us，他一定会问的，真的呢？啊，真的，那我们就拿给他过，尤其是专业人士。我 sponsor 医生的时候，pharmacy 的时候，工程师啦、老师啦、会计师啦，这些人他们都要看 black and white 的，明白吗？以前我保荐一个 engineer，来，很多人认识他的，他是问我，我跟他讲了，哦，他在10千个小时，他还是 maintain 那个650纳米的光。他说 "How to prove to me？" 哦呦，我听说而已嘛，对不对？到最后我还是跟向公司拿，明白吗？公司从
中国那边拿给我，证明说他年薪有650，他就做啊那个对不起，那个时迁457小时，他的那个光度还是650纳米的光。行，所以我一定要 prove 给你们看的，我一定要拿 black and white 给你的，所以他才现在也是我们的 emerald，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有这个东西来认证的，OK，certificate everything。